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蹦蹦。嗨，我是海蒂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2017年到底流行过什么？耶！每年必看的泡面排行榜，你有看吧？还没。你还没？还没？我来告诉你。好。好，我们就来吃蒸拌面。不好意思，我有问题，这么热情要吃它？就是要吃它，我快累死了。OK， 好。你在那个云啊，那个雾啊，这样煮，为什么妆都不会晕？拜托，我用的是这个MK 水雾光 W 颜，才怎么会晕？它超强防水力，让我煮完面，眼睛、眼妆都还是好好的。而且它分成两头，珠光的是海绵棒状的，你只要轻拍在眼窝上就能轻松上色。那另一端呢是笔状的，是雾彩功效，超简单就画好线条了。如果跟朋友吃完饭妆都糊了的话呢，不用担心，直接拿出这支来涂就可以补好妆啦。那边煮完没？快了，快了。而且买这支还送这些，超级多的。对。你怎么开始用了？等一下，我先呢。我帮我吃你的面好了。那我用这种。这样，这样画好了。你小妹。海蒂，好羡慕你皮肤这么白哦，可以推荐美白产品吗？当然没有问题，来，跟我一起唱。一样美白身体乳，容易涂抹不泛白，水嫩爆水超好撸，不含细纹不塞。还有涂系列可以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可以？我觉得好，接下来我觉得可以。Peace， 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可以。今年有推出很厉害的 APP 你知道那个 Good Dark Cam 吗？当然知道，就是它可以拍出那种文青效果。韩国女团 Twice 有用哦。来来，我告诉你，你怎么已经有照片了？文青的照片，大家看，哇哦，是不是很有型？叫我文青。过年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都会买那种福袋吗？但是常常会买到一些自己不喜欢或是阿里不打的。现在有这种透明福袋哦，是这个 SMO 打的购物网站，只要点网页的福袋，就可以看到它的活动页面说明喽。而且你看，随便点两个就超过它的优惠价，超级划算！哇塞！而且我看到只要参加活动的话，就有一张刮刮券，最大奖是东京来回机票。你才知道，所以啊，我三种福袋都买了，等于说我有三种刮刮乐。你真的是很聪明耶，阿达买耶。2017年还流行过撩妹话耶。啊，撩什么妹？海蒂，我想跟你谈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想跟你谈恋爱。你戴着安全帽的意思是？你不懂啦，现在外面空气这么糟，我宁愿奇怪走在路上，我也不要当一个快速老化的女人。妹，你真是太嫩了。姐这边可是有香缇卡的抗污染防护凝露，它不仅可以抗老化，你那些斑点啊、细纹啊、肤色不均，通通都不是问题。而且这个小东西呢，它还有高锁水保湿功能，让我全天候被保护。我还没有说完。你还需要这条抗污染防护乳液，可以隔绝3C 产品的蓝光照射，会像套了一层柔雾滤镜，完美无瑕。真的吗？是。孩子，你在学校的成绩好吗？不太好哎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罩你，我可以全天候当你的防护罩。一天又平安的过去啦，敬请期待下集。夯什么？